当选一个生日礼物送什么？生日礼物。水瓶座送你个水瓶吧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水瓶？哦，你不是水瓶，你是白羊。你二月底，二月白羊，白羊。二十五是什么？你猜？你猜？哦，你不是水瓶的，我靠！你不用这么尴尬，我也记不清你是什么星座。然而，王子淇实际的星座是。